这个五日节要到了，婚姻馆内的乡镇农会借这个机会推广在地农产品，像西里出产到黄金米，都用黄金米来绑黄金粽，含量50,000粒，这个开始卖就让抢定了了。另外一间农会是用当地生产的乌白糯米，再来填王来农，买8,000粒的王来绑这个乌白糯米王来粽，同样也是很抢市。太养生了。几粒肉粽内底包真侪鸭，有大片的王来，搁有三层含绵绵松松的芋仔。去年卖15,000粒的王来粽，今年要继续销台湾的王来。采购了8,000颗的这个那个凤梨哈，包粽里面都是用在地的浊水溪的白糯米跟黑糯米。因为台湾王来外销去中国冻起来，所以农会把在地王来包入去粽内底，大家食甲饿了解得知。今年挑战20,000粒，希望当紧卖完。台湾到五日节拢会推出特色肉粽的这间农会，用黄金米做黄金粽，因开始咧包粽，主文的电话接袂哩。工作人员怀疑接电话，办公室内底无用器器，啊，路口伫咧西藏下界嘛无用甲变过。今年就是因为爆量，所以我们才要提早出来加班。本来预计卖50,000粒，结果才卖一工就销够60,000粒，员工休假日拢爱加班包粽。咱捌试过，就是叫外口人来包哦，手势无同，所以包起来拢会较会出错。哦，所以咱拢固定是咱的员工咧包。农会秘书佫讲，黄金米的产量本来就少，一园地讲生产1,200公斤。所以黄金粽含量50,000粒已经紧绷，无食到勉强无要紧，明年抢粽的速度就要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